一箱香，买也买的也是一箱的嘞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好？哎呀。原来台湾香火面国宝雅吉一万四号百岁庆生这一天，看到唯一的妹妹前来探望，难掩喜乐心情。我想看你，你是英文，还有叔叔，还有那个手路，手路。妈，是个英语，我还是没在一块啦。未来是未来过几年就没说家业了。满足。妈，是公爷，我还没在一块，谢谢你们了。雅吉一万看到许久未见的亲戚朋友，亲切的一一跟他们打招呼。虽然年事已高，记忆力稍退，但几乎还是可以记得住亲戚的名字。我面国宝一万的身体仍然健康硬朗，这让后辈感到相当安慰。比较喜欢吃山上的雅后，山上我们叫雅后野菜，生活习惯很正常。所以感觉到我非常满足的，就是他的生活还可以自理，他身心都还正常了。但是因为年纪大了，脾气不好，有时候偶尔会发脾气。因为他文面的关系，他就习惯跟人家互动。啊，那个妹妹，我奶奶就我的雅吉就比较保守一点，他又很健朗，对啊，就是我总是觉得很荣幸呐，对，然后就是也。很替雅吉高兴，雅吉一万高兴。雅吉一万身份证上登记的出生年虽然是民国六年，但日治时期族人报户口时都早已出生多年。雅吉一万在家人细心的照料下，四号这一天全家高兴的庆祝雅吉一万百岁高龄，杀了三头猪分送给至亲好友。而雅吉一万脸上象征成年的纹面脸谱，也成为泰雅族珍贵的记录传统文化历史。记者杨某大陆苗栗泰安采访报道。